各位客家嘅乡亲朋友，我教会嘅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同欢喜过一拜，琼哈啊，都啊，从天使堂啊来见面啊。作为咱牧师呢，我也常常需要运动啊，运动非常要紧啊。都运动嘅当中，常常聊聊到。向下运动的人，用谈调啊，都用个谈调当中，最上谈到几条讲嘅，就是哇，身体健康十分要紧哦，身体健康十分要紧啊，唔会差哦，身体健康嘅问题哦，我看哦，无论对哪位啊，他家是按重视。你都运动平一看，哇，各种运动的也是有，都公园当中啊，哇，该一代一代的人啊，做无穷样的运动啊，无论是打球的，无论是都该走操场有的人是潜水，有的人是行路行路要有各种的。运动的方式有乜嘅？打拳啊，拳也动到重哦，重杠啊，老身体健康嘅呀、啊，看到他家就按重视啊，唔单枪，运动方面学的东西也系系咪？老身体健康有关系，学嘅无论系乜嘅维他命啦、啊，也系补充乜嘅营养嘅啦，呢种呢度东西非常非常舒缓嘅，亲戚朋友穷下时节，常常也都喺讨论，讲哇哇啲啊，啲啊补血当好哦，啲啊对啊，骨头啊当好哦，食呢种嘅药嘅呀，各方面啦、啊，不过就看到。人呢，对身体的健康非常的看重都忙碌当中，我都也看到当多该大家接受来，接受去一看个，我看吼，最多最多的就是老健康有关系个无论是食个，无论是运动个，无论是练个我也就看到。你像做得讲健康嘅三业，然后呢，人都近期来讲，个健康嘅三业啊，哇，那市场啊，非常大，非常大，另外就看到健康本人啊重视，本人啊重视，重视啊，心情讲到有比身体健康更要紧嘅事情，我来读一节。经文还有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八到九节那种下个说操练身体一处合少唯独金钱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老来生的因系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那十分可佩服的，客家圣经有写，
你係肯定完，完全接受嘅。哦，你啊出经文讲到，哇，你操练身体，注意健康啊。虽然人讲当到好处啊，不过心情哦，益处很少。现在益处不少啦，总系讲到益处很少，系乜嘅意思呢？然后人系向比起来啊，哦，然后人系向比起来，要操练身体啊，健康嘅益处啊，哦，就很少咧。当乜嘅比呢？哇，然后操练，哎，生命。啊，然后操练，然后灵命，啊，操练灵性，两种的事情，哦，好处哈，多加多又加多，哦，哎，非常贴配嘞，我硬是基本要贴配来思想，哦，你啊，很多好处的操练灵性的，啊，用板啊来学习，啊，用板来锻炼。啊，像锻炼身体重要啊，我这个灵性要爱锻炼啊，啊，要锻炼做在本内外两方面，啊，内的底背度的，啊，底背度的，啊，操练啊，这个，哎，啊，这个灵命啊，啊，这个灵性啊，啊，啊，这个灵性，因为讲到金钱啊，啊，圣经的意思全部是老马该有关的。全部老真理有关系，全部老枕头有关系，老上帝的话有关系，老基督系连在胸下嘅。啊，金钱呢系老真理、枕头系老基督连胸下嘅。那系操练啊，这个人心啊，一处啊，后处啊，过下多。哦，这人心拿来操练啊。好处多多，哦，好处多多，啊，因为咧人心系影响一切嘅。圣经讲唔单枪有精神嘅呢，唔单枪咧世界嘅呢，咧世界嘅好处呢，还有来生永远嘅好处，不得了哦！哦，你看咧好处一大，啊、哦，你看要操练人心，都精神来看系当根本嘅。是非常全面的，非常全面的。你说，操练身体，身体杂杂，总是应该心用办的，压力的问题用办。哇，有的人身体杂杂，总是压力太大，胃也不好，精神也不好。总是圣经讲哦，说哪一个人操练人心，你要总是改变呢，是根本的，是全面的，啊，是全面的，哦，啊，对外头的心，对外头的家庭，对外头的人际的关系，对外头的用的有劲的爱的心情，啊，用的盼望，用的喜乐，一切一切好处呢，全部都啊。人性该锻炼啊，操练的话，我都做得得多啊。当然啦，啊，用个操练，也当然会使我这个身体得到祝福啊。像圣经所讲个呀，啊，喜乐个心嘛，是良药啊，是唔是？所以我都看到，好，我都看到，哇，操练人心哦，啊，实在哦，好处多多，好处多多，唔单枪，我都会全人。身体，哦，我这个思想，哦，我这个灵，哦，完全是得到好处。啊，圣经讲呢，又含有来生的呢，啊，含有来生的呢，啊，然后天阿爸上帝的关系啊，啊，你系来生的，啊，一样的好处啊，祝福啊，要通过灵性的内在的一样的操练哦，啊，得到益处呢。哇，你看，难怪圣经用讲，哎呀，你啊，身体操练老，你啊，灵性操练比起来，一出是实在算唔得乜解。你喺外头看到用灵性嘅操练嘅，底背嘅操练，
仲个低坡个草甸上去看唔到啊，系咪？哎呀，都五百个草甸啊来见证咩？五百草甸都提摩太前书后背啊都看得到，系讲乜嘅呢？主要系讲样板看金钱，哦，样板看金钱哦，哦，你啊系我就人心草甸嘅爱财嘅草甸。哦，圣经一般也都做得哦，用归纳出来，上帝嘅两个主要嘅天意，当然应该系魔鬼，哦，应该系魔鬼。那我一个常常老上帝都个金钱嘅，就系金钱，啊、哦，金钱，啊、哦，上帝嘅两大嘅天意啊，也都做得用讲魔鬼，啊、哦，老金钱，所以圣经讲啊。我哋冇法度侍奉上帝啊，啊又侍奉啊金钱啊，所以对金钱上用个操练，喺度提摩太前书里边，我哋看到嘅。啊，讲到金钱啊，有用金钱来本啊，有穷苦人，诶，有钱人，诶，穷苦人系咪要爱操练咧？关于金钱嘅事情，有提摩太前书，特别人阿条讲哦，啊讲样办？讲金钱啊，加上地主嘅事嘛，变系太利了，变系有太利益咧。因为乜嘅？阿条冇带乜嘅来到世上，也冇乜嘅做得带起嘅。只要有作有学就当地主。介条想要发财嘅人啊，就砍柴、米发、啊、落柴、酿酪，然后当到无地又开个私欲地拜，啊，本人都该败坏，本人都该沉沦。对了，另外就看到，穷苦嘅人，佢对金钱嘅操练很难得呢，哦，铁，哎，地脚。啊、哦，地主啊，穷苦的人可能东西也冇多。从个圣经讲啊，啊，金钱啊，加上地主啊，你啊，就是太利益。你乜个意思呢？即系讲金钱啊，加上地主啊，你啊，就是最大嘅财富啦。哦，虽然钱上冇钱，总系啊对。耶稣基督连接都好，然后耶稣基督连接好，啊，又愿意地主，你啊就会最大嘅财富了，啊，最大嘅财富，啊，地主，啊，圣经提醒我哋，哦，如何做，啊，如何学，啊，我哋就地主，啊，我哋啊地主，啊，都喺穷苦当中咧，我哋唔好啊贪恋钱财。穷苦人，那还都个贪恋钱财啊！你还非常非常个危险个啊！哎，你说有的啊，还穷苦个人，我滴啊，有的穷苦人想个想贪恋钱财，想个一按部哈啊，一年啦、啊，一礼拜是变多有钱人，日去买个，日花当多钱呐、啊，去买个乐透啊，去买个彩券呐啊，想还没做的。错太重啊！一下子啊，没钱变到有钱了。本来是一毛钱嘞，又还一礼拜一礼拜花一多个钱去买了条彩券。你啊，都心经来讲啊，就会贪恋了。你啊，嘿啊，非常的可怕。本七家呢，都陷入过下穷苦的地步。当然，贪恋的哪个一方表现系乜嘅呢？就会就该做该风险当高的投资啊！啊，像我短短的时间是做得变多有钱人哦，都用个风险当高的用个钱财的投资当中呢，哦，含这个入财用啊当太个用个了钱的当中，哇的啊，很心惊，不过就看到个啊都穷苦。他
他穷苦的，啊，都用个啊钱财个操练地步，啊，来学习啊，哎呦，地脚，啊，地动，啊，都钱财个用个谈练，啊，你啊嘿，圣经都穷苦的人用个交代，用个吩咐，啊，对有钱人呢，圣经要吩咐哦，啊，啊，当然有钱没。没吹，有钱没问题，哎，没啊，就像上帝所通下的阿伯拉罕也啊，非常啊，非常有钱啊，圣经看中个乜嘅呢？有钱啊，我都让办看钱财，哦，我都让办用上帝给我的个钱财，你啊系有钱人啊，会思想嘅，我都。用办看待钱财钱运啊，钱运圣经不爱都提醒哦，钱运一朵梅香个提防哦，提什么干呢？钱运有钱人啊，可能我还骄傲哦，哦，我看不起个穷苦人哦，啊，经常有钱行路是他有风样的哦，啊，有钱呢，他常常还会。忘记上帝呢？啊，我挖苦钱财耶！啊，嘿，就像钱财本该着有钱嘅人安全感重要诶，你种嘅安全感系当虚嘅呢，系当假嘅呢？钱财也有哪个啥问题？我本来都唔记得，还有缘分呢！啊，钱财只有本来都带来。精神的富足天天啊，总是人生都在世上是短暂的，啊，都该运用运用个缘分啊，个钱财啊，世间个钱财是无用的呢，啊，那都钱财会有那种个危险，啊，我阿都啊特别啊来量数那种个境界，当然心境也。讲到有钱人嘅用嘅基因啦，啊，有钱人先至讲有乜嘅基因呢？我讲我用钱财来行善啦，我多做善事啊，我慷慨供应有需要嘅人，哇！你系圣经本有钱嘅人呢，特别基督徒嘅体现。用办来使用啊，这个钱财哦，用办来使用个钱财哦，你啊是非常操练个呢哦，无容易个呢哦，圣经讲家属应用呢，本来都都天当积财宝哦，都天当哦，家属应用哦做钱运个好管家哦哦，你啊贴牌贴牌。啊，对外头客家人来讲，啊，外头啊，许多俩有特别个好个教训呢。客家人啊，当上欠啊，有上忙啊，啊，上忙又上欠啊，所以一多客家人啊，也啊，算起来也一有钱，那一有钱，总是这所圣经所提醒个，啊啊，外头要好好个。使用钱财，还好好的使用钱财，还特别想到啊，做在样板，做在用钱财啊来帮助啊有需要的人啊。圣经讲了钱财主要的目的呢，要好好的用啊，好没要掉下来。客家人当好啊啊掉钱啊啊掉钱本身呢。是亲像非常非常的有价值啊啊，非常的满足啊，总是都圣经来看啊啊，特别家族钱财啊来做善事啊啊，唔单讲家族钱财来做善事哦，还过慷慨哦哦，太放啊太快的喂。哦哦，你啊，我都我想客家人要贴牌啊，贴牌学习，我自家系客家人啊，我看我都要教会啊，也一道客家人啊，现在
圣经都两方面啊，本来都有当好的体现，有穷苦的人，有需要的人，都挨到个主位，上帝赏赐全人本挨到，上帝本挨到有能力，上帝本挨到有机会，上帝本挨到有好的环境，做在赚钱，做在赚钱，当然也系啊。也是我自己我都自己掉下来，总是上帝背后的祝福也实实在在的。上帝我都看钱财，操练钱财，这方面实在没容易。讲到钱财是我辛辛苦苦打拼赚到的呢，这都钱财是没容易赚到的呢，是流汗赚到的呢，不会差了。我总是上帝还是我操，我都操练两般使用钱财，穷苦的要操练，有钱的要操练，我呀特别我都要为了挑战我都天使机投钱的我都个朋友用个爱财的操练，爱财的操练，是上帝我都学习的都应用的金钱无论是外头吃多还没拉捏，也是外头上帝丰富供应外头，外头就会好好的来操练对钱财外头样板有样的好的看法这是基本的金文不外头看到的无论是金钱也好，无论健康也好，全部是非常有价值的，是非常宝贵的，总是你都自由精神有用的人心啊，老耶稣基督的关系你还存到远远远远的，你还要去操练的，无论是内在的操练是外在的操练，圣经全部在外头学习的，人外头坐在谦卑来量数圣经的真谛，好好的来操练人心你要做个操练的好处太得不得了，你外头全部都在经历到上帝用个一处祝福，外头来祈祷天阿爸上帝，你不外头人心的操练有内有外，主啊帮助外头内外外头全部的操练，那还只有内无爱就无见证了，那有爱无内亲像是土地样实在无法都行得出来行得久，愿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位朋友，我们用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